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玩夫妻，我是鱼丸。我们今天呢要去开箱一间餐厅，然后它在彰化市，好不好吃呢？试试看吧。就是这间新寿喜烧。对，我们今天是要来开箱彰化的寿喜烧吃到饱。之前我们吃寿喜烧都是去台中吃嘛。对。然后彰化我是听同事说这一间好像也还不错，所以我今天就来比较看看它跟台中的有没有不一样。好，走。哇，进来是这样子，这桌最好的猪跟牛都吃吗？我要吃牛，比较肥的，都瘦的哈。对 ，OK， 就是都可以点吧。牛肉是安格斯雪花牛、双酱牛、培根牛。牛肉它都是瘦的，有来过吗？没有。好，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是吃到饱的，所以上面的餐点呢，像蔬菜跟肉啊，这边都无限量供应的。那你要加点的话，找不到服务生的话，就是直接按服务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怎么点？就是直接点就可以了。这什么牛？双酱吗？都是双酱嘛，哈，做的就是双酱而已。哦，好，其他的话都有啊。那给我一个雪花试看看。好，我等下补给你。好，可以先这样。就是我们的纽西兰双酱牛，肉看起来没有切得很薄啦，有点厚度。对，他这边点餐的方式呢，跟台中不一样。台中是餐车推到你旁边，然后我们就看着点嘛。那他这边呢是把菜单放在我们桌上的这张纸上面，照这个菜单上面下去点，这样寿喜烧该有的东西他好像其实都有，简单明了易懂。对，吃看看看菜的品质啊。对，这边就是饮品区，果汁的、汽水、咖啡，这是什么？热茶。冰淇淋是杜老爷，杜老爷的。然后还有爆米花。菜来菜来，他们这种摆盘还蛮美的。对啊，蛮陈超的。对，感觉就很陈超，有没有？坦白讲，台中的餐车他拿给你的量很少，这边就直接摆一大盘给你。对，很漂亮。对，可以。白饭区它的蘸酱很多、哦，太特别了，一定要放一下。昆布哎。对啊，整片的昆布，然后还有海带。海带丝。所以是昆布，然后海带丝。对，够特别哦。嗯，其实我觉得他给的那个量还蛮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台中就是可以加两三片给你这样。对对，但还是可以一直点啊。对啦，没有，我们彰化人就是大气，直接给你多一点，简单粗暴，直接。应该是不想你啰嗦吧？对。而且有我喜欢的这种豆皮，一般他们都只有这种。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他说那个吃完可以换火锅哦，用餐期间你吃完它可以换成火锅，对，吃到一半，欸、对，他吃到一半可以换火锅，哎，所以会有蘸酱，太厉害了，一锅两吃，寿喜锅到底，他可以中途换锅，对他刚刚讲的啊，对，昆布锅啦，寿喜烧或换昆布锅这样子，所以你肉吃得很爽之后就换吃火锅，没败呢，不错，可以，肉片看起来还不错，先算一个看看。不要把我的寿喜烧吃成圣花宫好不好？有点位置让我涮肉一样，我觉得你就是会那种半途换成火锅那一种，可能哦。先看这个肉，它的肉比较没有甜味，就比较类似火锅肉，火锅肉片不难吃，但是它的肉的口感跟你的肉味比较一般。哦，我等一下吃个有油花的看看，雪花牛就是安格斯，怎样？有它的味道吗？对。全寿是纽西兰双酱牛，没有那个甜味了。嗯，让你尝试一下，来，纽西兰双酱牛，这是全寿的。对，纽西兰双酱牛，然后那是安格斯的。安格斯有点油花，果然是安格斯的肉比较好吃。对，味道不一样。嗯，味道真的不一样，比较牛的甜味。对，嗯。那我们彰化人就是霸气，你跟他说全寿，一次来给你来五盘瘦肉，对，没再这么一两盘的了。我们一个神秘蘸酱，你要不要试看看？好，什么神秘蘸酱？我帮你调制，等你试看看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神秘蘸酱，这边有最爱的豆皮，台中都没有这个东西。你看台中也没有这个啊。对，很霸气耶，好特别哦。给很多。对，这个是胡神帮我们特调的神秘酱汁哦。再看看。很特别，搭配寿喜烧使用。对，试试看。来来来，先给你一块。来来来来，先给我一块肉，期待了。瘦肉，瘦肉，我要一块。神秘蘸酱哦。嗯。怎样？什么口感？酸酸的口感，综合掉整个寿喜烧的味道，它会让你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哦。嗯。放我拿下去。拿下去。嗯，还不错、啊。完全不一样，跳脱寿喜烧，
可以哦。哎、欸，你的头发啦，你看。不行，他还要再煮。虽然它的瘦肉哈、哦、差了一点，嗯、但是它的那个安格斯的雪花牛不错，不会很油。不过它给我们这些菜让吃起来很爽，又不用自己跑来跑去。哎、欸，对。虽然看不到很丰富的菜色了、啊，台中也不用跑来跑去啊。要啊，你知道上次我们是一公自助的啊。哦，对，一公要自己跑。哦，满满的菜盘又来了，真的开心了。用火锅的规格给你，真的。本来想说一开始来的时候可能会第一次摆得比较漂亮，第二次点的时候他还是会把它摆得很漂亮，叠得蛮整齐的啊。对，我们自己拿就密密麻麻了，因为你没有练过，看起来就蛮赏心悦目的。三秒钟的金针菇，确实。那其实我们自己拿的话哈，我们都懒得走那么多，是想把它叠多一点。哦，对。那人家摆就是照顺序这样摆得很整齐，很漂亮。我觉得他们厨房那个摆盘的很可以。对了，吃个蛋饺，哇，蛋饺蛮好吃的。我鱼饺应该蛮好吃的，帮你煮了可以期待一下。哎、欸，感觉不错呢。其实我一开始进来看到它的菜单就有这样子，有点失望，好像很少的样子。所以我觉得它这样菜出来的品质啊，跟量吃得很过瘾，都还不错。对，其实我们怎么吃也就是这几样。对啊，那是视觉大于意义嘛，对不对？继续努力，我要来试鱼饺，丢火的。它鱼饺为什么吃起来像水晶饺？啊，真的吗？对，太 Q 吗？换吃这个看看，蛮有特色的。这么酷，怎样说不出话？很烫，很有特色的鱼饺，跟一般鱼饺不太，它皮很 Q， 水晶饺般的鱼饺，对，干贝烧，嗯，也好吃，好吃的，所以它的火锅料没有雷，你家搞火锅料还蛮好吃的，会不会太酷了一点？真的，你吃鱼饺看看。听你说了，我就来试一下。但我其实不太爱吃火锅料。嗯，啊，皮好 Q。我跟你说，咬起来不像鱼饺。嗯，也太特别了吧。就是很像显水晶饺。嗯，我跟一般外面火锅料不太一样了。没办法哦。还是因为你煮不够久。然后可能放很久哎。肉又来啦。他们火锅料居然激起我想叫火锅料尝试的念头。真的，不然我们其实很少吃火锅料。你先看一下我们的锅子。油腻腻，经过一番厮杀之后，对，有点可怕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他们等一下要帮我们换锅哦。天哪，我没有吃过可以中途这样换锅的。直接帮我换新的锅底。对。服务也太好了吧？真的很好。我决定以后都来这家吃。寿喜烧吗？对。我已指定。对。就跑彰化还比台中近一点。嗯。各有千秋，但是这家真的让我很惊艳。除非你要吃和牛啦。对。看吧，完全换了一个新的锅子哎，重新开始的意思。对，台中你顶多让你捞捞油，但是还是那一些在那边煮。这边超秋的，直接换一锅新的给你。不啰嗦，太厉害了，吃到开心。一次叫海量的豆皮，吃给你开心。真的，不啰嗦呢，要几份就给你几份，规整哎，规捧花，嫁给我吧。对。已经嫁了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已经嫁了，这食材真的给的很大，霸气。对啊，而且很新鲜呢，不是那种冷冷的。刚来一堆豆皮，来了两份不够，再再补两份，他不会说啊，等你吃完我再给你。对，整片给他下去，整盘。对，吃肉就是要豪迈一点，鬼腻啊哟。嗯，啊。啊，来这边实现了豆皮自由，还有肉肉自由，超爽的。来看一下他们这个甜点，古早味的饼干，然后还有爆米花，然后是用这个篮子装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对不对？而且它篮子里面还有铺这个纸哎，感觉就有没有整个高级的起来。来吃一下这个蟹肉棒，很有咬劲哎，不是煮完那种烂烂的，你真的吃看看。然后刚煮了半天呢、嗯，真的有那个 Q 度哎，嗯，这么特制的吗？燕饺，它皮跟刚刚的鱼饺一样很 Q， 对，但是里面怎么吃起来也很像，嗯，现在差不多，所以伪装成燕饺的鱼饺，对，还是刚刚鱼饺是燕饺伪装的，自由了，自由了，豆皮自由，哇靠，
爽了。我的妈呀！开心的。这个爱吃这种整件式的豆皮，真是一个福音。我就喜欢这一种。对。不健康的。我真的是吃的超撑的耶。有够饱。这间进去的用餐环境，你真的会觉得它很像炸牛排馆。那我跟店员聊天，他们大概已经开了16年了哦。我们居然第一次听到他们的那个洗手间啊，哎，很干净。餐点的部分我觉得还不错啊，火锅料也很特别。那肉类的话呢，可能会比较小失望一点点。不过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其实吃得很过瘾啊。嗯。没有对肉特殊种类要求，我觉得这间真的很好吃。对，然后它的菜也都很新鲜，摆盘还蛮漂亮的。对，给的又大气，太爽了。嗯，可以。好，成功。